立美有工作，而且用到中文的工作，所以你的命中注定会一直跟中国人在一起，啊，对，到台湾回日本都一直跟中国的人在一起，对。那你觉得这个是你自己所喜欢的？很喜欢，所以你也可以写中文了。跟他们之间有写作写字的机会吗？写日文字，很少写中文。所以你讲的比写好。讲的比写好。是吗？谢谢。